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众所周知 ，MC 中的美西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，但它的存在感好像并不是很高，以至于 1.17 更新以来，很少有人去抓它。但我从维基上看，它的功能还可以啊，既能帮助玩家攻击敌人，还能帮玩家回血和移除挖掘疲劳效果，简直就是一头会潜水的狗啊！那我觉得带这玩意儿去海底神殿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，这家伙有贤者模式，攻击完敌人后会有2分钟的冷却时间，同时离开水5分钟后就会死亡，种种因素导致没人愿意花时间去抓它，我觉得这是一条纯纯的观赏鱼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会去抓美西元吗？不过今天这货可就不一样了，变得炙手可热，因为它拥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当玩家给它喂食的时候，就会生成强力的道具，这样一来它的价值蹭的一下就上涨了许多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还是需要准备一套工具，毕竟这玩意儿是在矿洞里生成的，而且是完全黑暗的水中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一个长按点赞呀，求求了兄弟们。OK， 装备全部准备完毕。不过在抓美西元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去抓热带鱼。你说这玩意儿还挺挑食，普通的鲑鱼它不吃，非得吃海里的热带鱼。就在我经历重重困难，消耗大量时间找到美西元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素材它没了。你们知道这种痛苦吗？我好不容易找到美西元一次，你却让素材消失的这么彻底。嘿，还好我装了一个回放模组，刚好保存了这段人类早期驯服美西元的珍贵视频。可以看到，这还是一个极其稀有的蓝色美西元。当然，它还是顶不住热带鱼的诱惑，直接被二角兽给当场驯服，还掉了一个下界核金靴，这不比挖钻石来的舒服多了。之后我又抓了一只，打算给他们繁殖一下，这样我只靠喂食就能获取强力装备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完了，我喂错鱼了啊！我的美西元，小兰你可千万别死啊！但是呢，我又去抓了一只回来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好东西。离谱，又是一个下界合金护腿，附魔瓶也还不错。好家伙，又是一把下界合金锄头，是我运气太好了吗？感觉给的下界合金道具好多啊。不过还是有个缺点的，那就是每次喂完食物需要等3分钟冷却时间。怎么，你这美西元干啥都有限制模式呢？杀敌要休息，吃饭也要休息，干啥啥不行，啥也不是，坑你的这是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别忘了长按点赞哦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